停停停停停停停！不是，你俩这是又干啥呀？追你啊！追我？我家门口那些东西都你俩买的啊？啊，都是我买的。那其实像吃的喝的，这不都是？你赶紧的停吧，你别让人搬了，行不行？上回你整了一堆人堵我家门口了，你这回又整一堆吃的，你要干啥呀？你要啊？哎呀，上次是我错了嘛？那追一个人不就是这样的吗？而且呢，我现在把吃的、喝的、用的全给你买齐了。这样你就记得我的好了。哎，你快拉倒吧，我现在瞅你我都害怕，真的，你赶紧别搬了，你让你那个什么助理啊赶紧把东西给拿回来，快点。搬过去不是大老板你是啥意思？你看看我给你买的，秋天到了，一些衣服裤子我觉得你会需要的。不是，你买这个干啥呀？那我最喜欢的男生不得买点东西啊。你买的都是啥呀？这都不合适，张总，张总，我先给你扔了。啥呀，垃圾食品，我才替你你认我的是吧？你认我的，我也认你的，这什么玩意儿？哎呀，行了行行，停，你俩能不能哎呀让我安静一会儿吧，你这吵得我头都疼了，这干啥呀？这都撇地下了啊，至于吗？你说你俩呀，二胖子，你买这些东西我可能一年都吃不完，而且我家也没有地方放啊，那小屋啊。没事，我现在派人帮你去收拾，然后把吃的都给你摆好了，等着。哎呀，你这哎，不是，干啥呀，大老板呢？啊，车，停这儿退出。哦，行。张聪，我这么追你，会不会给你压力啊？你都送我东西了，我能有啥压力呀？我太笨了，我也不知道喜欢一个人该怎么做，我就是想照顾你，给你买车买房，不想让你太累了。哎呦，不是大老板，你这是表白吗？你这表白的话，这也太粗了，这也呀。那哦，我知道了，张聪，我喜欢你，你可以做我男朋友。别这么闲着过来看我来了呢，我不听说你没工作的吗？来关心关心你。你关心我干啥？我挺好的，我现在是不是阿珍让你来的？你说实话，我自己就不能来看你吗？我都想你了。啊，行行，那不是你咋来了呢？你咋样？找你来的呀。你找我呀？是谁呀？他呀。我是谁呀？我是张聪女朋友。哎，你挺瞎闹的。你这人怎么这么不要脸呢？赶紧把手给我松开！他现在连女朋友都没有，你是谁呀你？你才不要脸呢！一天就往男的身边靠。我跟张聪一块儿的时候，我连你头发丝儿都没看着呢。哎我的妈呀，我和聪哥认识的时候你还穿开裆裤呢，懂不懂？你这说话怎么这样啊？咋样呀？哎，二胖，你能不能少说两句啊？你干嘛只说我，帮着他说话是吧？什么叫我帮他说话？那明明是你先说话难听的呀。是他先挽的你呀。哎，我还亲他呢，来送个亲口。哎呀，这行，你俩一块儿联合着欺负我是吧？对呀。你这话说的，谁欺负你了？哪有这样？这大老板又来了，你听我告诉你啊，我想打他呢，我动他试试。三个女人一台戏了，试试我动他试试。哎，别，你仨能不能别吵？你上一边待着去，咱仨谁都别帮，快去！你凭什么动他呀？我是真烦人，哎呀，这吵得我脑瓜都疼。说难听话的，说难听话，不管了，不管，让他吵去吧。我去待会儿，管不了。啊，我兜里还有点瓜子，挺好。我就嗑着小瓜子，看他咋吵。哎。哎，你好，给点瓜子吃是呗？啊，行行，吃。嗯，你先给我妹道歉。嗯，这三个女生咋回事儿呀？咋吵起来了？不知道啊，听那意思好像是因为个男的，好像是。哎呦我去，这男的够狠。估计啊，也不是什么好玩意儿，让三个女的为他吵起来。啊，行行，哎，我也不跟你说了，好像吵起来，我给你拦一下。你啥吵吵就吵吵呗，这怎么还动手了呢？怎么还、啊？来，谁给你过来，没事吧你？没事，一点事没有。啊，你没事就行。该说不说，挺狠哦。他俩没整过你一个。咱俩人都得干败。行了，你赶紧回去吧，别在这待着了。那我回去了。哎，对了。我就来，我看看你缺不缺钱，缺东西啥的。完了，你要跟我说，下次再给你送来。哎呀，我啥也不缺，你给回去吧。没事，我走了，松哥。啊，你走吧，走。你俩等着。啊，哎，还等啥？哎，行，别，你俩没事吧？你俩，啊？我俩能有啥事儿呀？嗯，你俩没事就行。看看呗，这关键时刻还得是亲姐俩，姐妹齐心，其利断金，知道不？那不多好啊！以后你俩就少吵架，听着没？别老吵吵了，这老内斗。张聪，你难受，你抱抱我。哎，你不准抱他，你回来，你不准抱他。我凭什么不能抱呀？你就不能抱他？我就抱他。行，先抱的你，让我先进去。姐，我给张聪带吃的，你回来。我也带了呀，我都抱。行，你俩别挤了，行吗？再挤一会儿，把我这门呐、门框都给我挤坏了。
你这样来听我的，来，你把你的腿往回收一收，你呢也往后靠一靠。对对对，都站好了啊、哦，站好。哎，哎呀妈，真烦人呐、啊！干啥呀？吃的了。带啥吃的？是我的，我给你带了四菜一汤。他们说要抓住一个男人的心，就要先抓住他的胃。所以你现在讲话也有点太恶心了吧？而且赵东是东北的，你不知道，就你这做的四菜一汤，他吃得惯吗？你做的啥？我给你做了东北菜。你做的啥呀？我不知道啊，这么难吃，赵东肯定吃不了。你的厨房我也没见着过呀。哎哎哎，行行行行行行，那这拿都拿来了，这样吧，咱打开一起吃行不行？我看看到底咋样。好吧，你俩别争了，来来，我桌子。哎呦你只要你俩别吵吵，咋的都行。来来，吃吃。咱说，大胖，你整这个属实有点太素了吧？对，你这能绿的赢了一点食欲都没。那我就想着对你身体好嘛。你看张东东那么瘦了、啊，还给他吃那么素呢。我最后再问你俩一遍，你俩确定这都是你俩做的？啊？反正做的这么好。你俩搁这忽悠谁呢？这一瞅，这不就是外卖吗？然后装饭盒里来吧，你俩搁这儿啊，在这忽悠我玩呢。行，咱别管外卖不外卖，反正我有点饿了，咱都吃了吧，别浪费粮食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来吧，你俩也别争了，吃吧，来。哎，张彤，我看你这屋有点乱啊，衣服啥都没收，等会儿吃完我帮你收拾收拾呗。哎，不用了，我自己整就行了。我明天我自己走、哎、张彤，我一会儿给你拖个地吧，你看你这地埋汰的，你看。没事，我自己就能拖了啊！别着急了，快快吃吧，吃吧，吃吧。两位姐姐啊，咱们吃也吃完了，喝也喝完了，现在都已经哎呀十一点半了，你俩是不是可以走了呀？啊？嗯，那二胖你先走吧。凭什么我先走呀？我不走，你要走你先走，你走我再走。那你不走我也不走。行，在这靠着呗。行，那靠着呗。不是，你俩啥意思？你俩别搁我这儿靠着，你俩要较劲，你出去较劲，你别搁这儿较劲呢。啊？走吧。哎呦，我真是服了啊！那行，你俩靠着吧。反正我是躺着了。哎呀，我躺着玩手机了。我有点累了，你让我躺着休息一会儿呗。哎，你别躺这儿休息呀、啊！你累了，你回家呀。你躺什么？那我也累了，张总，我也躺一会儿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这俩大姐，你俩都躺这儿了，那我躺哪儿啊？啊？看哪？没看着我俩是吧？不是，你俩要来干啥来了呀？这是啊？啊？你去干嘛呀？我不寻思我老这么在家待着不是个事儿吗？我找个班上，我去应聘去。你应什么聘啊？咱自己不是有公司吗？回咱们公司呀。回啥呀？我可不回去了。就那公司我干的都憋屈哦。那二胖子心情一不好就给我开除了，心情一不好就给我开除了，我可不干，爱谁干谁干。你怎么那么小心眼儿？你现在给我介绍这个呢？你甭搭理他，他和小孩一样的。张聪，你就回来上班吧，这样我以后把公司交给你，你来当老板，我和二胖给你打下手，这样他就开除不了你喽。行啊姐，这几年哎，这行什么行啊，我可不回去了。那我回去当老板，你俩天天缠着我怎么工作呀？那时间长下去，那公司不就废了吗？咱以后吧就少联系，时间长了呢，咱慢慢你俩对我的感情也就淡了，就没那么喜欢了。行、啊、你俩赶紧 快走吧，我走了。哎，那你怎么走呀？我坐公交车嘛，那个有都是公交车。你坐公交车了，我送你。我不用你送，俩快快快快，可忙去吧、你就让我们送你吧，顺路的，送完我们就回去。那行，那吧，我送完我赶紧走啊。走走走走吧。走。那什么，走走走走，你上后边坐去。是的，这是我简历，你看一下。好好好。哎，张松啊。对对对对。我就没水了啊、哦，没事，我就是嗓子有点不得劲，没事。倩倩，倒杯水。啊，没事。倩倩啊，倒杯水。哇，要喝，老板是要喝水吗？啊，不。啊，领导你也喝水。你俩咋进来了？谁让俩进来的啊？快，赶紧出去，快快快快。老板。啊，不是。你是老板？不是老板，别帮手别误会啊，他俩是我朋友来陪我面试的。开玩笑，我俩闹的，赶紧快，你马上出去，快，别等啊！好朋友的话，坐啊，坐，朋友的话一起坐啊！不是，赶紧站起来，让你坐就坐呢，你这眼力劲儿没有呢，上我身后站去，快，本名冠言，小声啊，别出声啊，别耽误面试啊，啊，
咱面试咱的，你不用搭理他俩，让咱俩站着就行。嗯，对，吉林的是吧？啊，对，挺好。简历我看了，让我休息吧。啊，行，那行，我麻烦你了啊，冯叔。那咱们，那我们就先走了。那个我也下去，一起走呗。啊，你一起走啊？那行，走，一起走，一起走。那个聪啊，你先回去了。啊，行，那您慢点啊，冯叔。那个我送你们一起。哎，不用了，我们自己走就行。不用，咱不用了，谢，冯叔。好，拜，冯叔。走吧。哎，好，走。那吃点啥吗？你请我呗，你请我吃啥都行。哎，咋了，彭总？彭总，您回去多好好考虑考虑啊！我想那个抓紧上班，你看，我天哥，哎，你就别上我这上班了。不，咋了，彭总啊？我这哪做的不对了吗？我这，聪哥，你看看你能不能把我公司收购了，以后我就跟你混了，行不行？